天哪，今晚的月亮，天哪！你们快来看，在这明媚的月光下，居然有一片黑压压的乌云，像是哀嚎，像是哭泣。那不是黑压压的乌云，是天上的阴郁，是人间的忧愁。哎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望也望不到啊！小黄，演戏要走心。 我多想看一看他，却看不见我的情郎，只能借着月亮表达我的哀思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我最最亲爱的人啊，我在这头，你在那头，我对你的思念却只能压抑在心中，憋闷在心头。 三更半夜的，是谁在这喧哗？撤！王爷，你怎么跟他们一起胡闹？可有什么消息吗？哦，暂时没有新的消息。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医馆。怎么还在医馆？等等等，你去国贝吗？快点，现在去！撤！撤！哎，小景。 你想不想看雪？那你等着我。不许偷看。
下的灯火比星光还微弱，却照亮回忆遥远的轮廓。世界问你我，谁还在执着？世界的角落，我一人走过。这江山的抉择，要如何论对错？怎么样，这就叫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小娘子，本公子是不是很万能啊？是是是，你是又多金又帅气还无所不能的江土豪。我还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。看到你喜欢，很早就买下来了，一直没有机会送给你，就当是纪念吧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钱不够了。算了，下次吧。下次来买啊。哎，公子您看这个簪子啊，做工可精细了。你竟然买了。如果我说我并不希望他来找你，你会信吗？为什么？你输了，我知道。跟我回去。为什么？你放开我，我不走。啊！答应我，好好对他。这个呀，还是我江轩宇第一件送不出去的礼物呢。不过现在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不是故意把我赶走了吗？怎么，后悔了？你别想多了，本王今日来接你，只是因为明日要回门而已。你怎么那么霸道？你以后不许让本王担心。本王就不霸道了。你，公子给小姐买束花吧，便宜卖了，两文钱一束。全买了。好。公子真是菩萨心肠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举案齐眉。真乖，拿着。这样的场景，我是不是该礼貌性的感动一下？本王只是想着府上缺些花，让你拿回去装饰一下。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我这才大病初愈，这我要拿了，万一半路不小心掉了，冤正王不知道要发什么神经罚我跪。那我这小命可就不保了，我可不敢拿。身体可还不是？走，回去宣依依。你不是巴不得我不好吗？怎么又关心起我了？对不起。什么？我没听见。前面有个夜市，要不要去逛逛？哎，糖葫芦
证填到您的心坎里。哎，公子来一串，你这太甜了。哎，公子，不怕甜啊？那个好可爱。这位公子不怕甜。老板，哎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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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糖葫芦也要。小姐真有口福。再拿几串糖葫芦。哎，保证填到您的心坎里去。哎，给您，谢谢。来，来。老板，公子，这个啊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都要了。好嘞。哎呀，你低调点，这不是你们家，不要这么大张旗鼓。公子，收好了。蠢女人，吵死了。那你还要不要吃？拿着。等一下。嗯，拿。干嘛？拿着。来看看。谢谢。小龙教主的首饰。你干嘛？哎，姑娘，看首饰啊。哎，姑娘好眼光啊！这条项链可是从北域国进口的新款式，全盛京就我家独此一款呐。嗯，我堂堂渊政王府，什么金银首饰没有，何必买这些不入流的乡野玩物？成何体统？可我就喜欢。哎，公子，不要啊，买一条呗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哎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还是我自己留着吧。啊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走。好热闹啊！哎，你会不会好好走路啊？蠢女人，你干嘛老骂我？我在想，你还没跟人亲过吧？谁说的？我很早就亲过了。谁？杰克是谁？不告诉你。你给我说清楚了。我就不说。说还是不说？哦，我告诉你，杰克是一只狗。好啊，你竟敢捉弄本王！捉。来人，王爷，给本王拿些酒来。是。王爷，
吉时已到，请王妃入洞房吧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要和一个游戏人物洞房吗？真是又紧张又欣喜，又有些害怕，好纠结啊！人呢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让他做那么危险的事。怎么，心疼了？若不是你完成不了任务，我也不至于出此下策。所以你就让一个女子铤而走险？她是个杀手，她是我的人。你如果再一意孤行，你想要的什么都得不到。你。柳修文。你以为我没你就不行了吗？当时是谁来找我，让我替他复仇？又是谁说一切听我安排？你现在来跟我分你我？我告诉你，若不是你的血统还能给我带来些价值，我早就杀了你了。我尊贵的波斯王子。现在林洛景和钟无媚越发的亲近，宰相估计很快就会拿到漕运的权力。区区一个宰相都搞不定，更何况灭了你整个波斯的皇帝老儿。对一个下人都这么心软，你还谈何大事？也罢，你的侍卫身份既然已经作废，其他的事情也就不用你插手。在这儿待着，给我好好想清楚。哼！是啊，如此心软，谈何复国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们说这么晚了，王爷和小姐怎么还没有起来啊？还小姐呢，都应该叫王妃了。要不然我去催一下。催什么催啊？是啊，王爷和王妃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，咱们可千万不能去打扰他们。就是。要不要赌蛋回到昨晚呢？这么重要的一个晚上，这个野蛮人竟然给睡着了。算了，只剩一次赌蛋机会了，还是留到更有用的地方吧。
不过，我既然会对他，哎呦，太可怕了。你需不需要这个？谁梳不开头发用剪刀啊？野蛮人。野蛮人突然这么温柔，还有点不适应呢。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昨晚在我喝醉之后，我俩究竟有没有那个？你还说呢，都怪你。王爷，王妃。什么事？王爷，今天是该回门的日子了。知道了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昨夜究竟有没有那个？哎呀，恭迎王爷王妃回门。哎，小景啊，这柳侍卫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啊？啊，我让他走了。什么？你让他走了？那是爹给你选的陪嫁侍卫，你怎么能擅自让他走呢？我罢免柳修文是我的决定，至于理由，我想也不必细说了吧。哦，那一定是柳修文做错了什么，王爷才这么决定的，是我疏于管教了。啊，王爷快请。姐姐，还好他帮我说话。姐姐，你们家夫君对你可好了？好不好？我们家夫君对我可好了，每日什么家事都不让我做，还天天给我做我最爱的棉花糖。哎，姐姐，你听我的。姐姐啊，我以为我的零食才是人间极品，没想到我们家的沈郎才是人间美味。幼儿算是嫁对人了，姐姐。姐姐，你听我的，我之前见过的男子都是油头粉面、吊儿郎当，直到我遇到了他，对我体贴入微、呵护备至，他就是蟑螂。你说你们的夫君对你们有这么好吗？有这么好吗？那当然，我夫君最宠我了。我夫君对我最夫君，我夫君，那是我们都受宠，都好，都好，祝你们幸福啊！姐姐。都幸福，我最好，我是最受宠的，我受宠。你要是困了，便先回床休息吧。是啊，小景，我和王爷还有事要聊，你先回房吧。哦。
女儿告退。哎，看着王爷和小景夫妻二人情投意合，相敬如宾，老夫甚是欣慰呀。若是先皇妃在世，看到此情此景，想必也会很欣慰的。唉，只可惜。岳父大人，我母妃之事可有进展？当年之事，知情者都按律陪葬了。我记得当年伺候我的丫鬟小翠，有个妹妹小蝶，恰巧是先皇妃的贴身丫鬟。据她说，先皇与先皇妃感情甚笃，不像是有自缢的理由啊。啊，对，她好像还说，先皇妃陨没之时，恰巧与先皇后有过争执。先皇后，钟氏离的母后。嗯，那这个丫鬟小蝶，可曾提到更详细的内情？当年的事情，老臣记不太清楚了。那不知是否能找到这个丫鬟小翠呢？小婿听闻，岳父大人对漕运之事十分关注，而小婿近日实在是忙得无暇分身，不知岳父大人是否能替小婿担起这漕运之权呢？这是皇上交给贤婿的重任，老夫岂能？不妥不妥不妥！您是不愿替小婿分忧吗？那倒不是啊，如果贤婿一再坚持，那老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我母妃之事，还望岳父大人多多留意。老臣一定竭尽所能，细细追查。多谢。终于自由了，我最受不了那些假惺惺的含蓄了。小姐，我们不去拜见夫人吗？夫人，她可比我那两个妹妹还烦。难道你想看到你家小姐我一个头三个大？几句不想，那不就行？哎，刚刚听那两个妹妹说，咱们府上多了两匹小马驹，好像是呢。听说啊，是老爷买给他们玩耍的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小姐。哎呦，小姐，喜鹊肚子疼，别闯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喜鹊怕马？不是吧？喜鹊小时候被马摔下来过，差点变成悲雀，好可怕的小姐啊！哎，行行行，我自己去。啊，哎，小啊，原来这就是小姐的闺房。布置的还挺不错，这天可真够累的。这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爱看这种书。等等等等。
马，这又是蛇，小马驹在哪儿呢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一般妥。他的身边安插了多少人？现在在他身边服侍的几乎全是我们的人。还是你办事让我省心。很好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那我要提前恭喜大人了。靖远王京城那边你要注意一下，他好像有所察觉了。是。对了，柳修文的下落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属下正在继续寻找。算了，失踪了便就罢了，一个小小的侍卫谅他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。对了，不单要在他身边安插人手，宫里面也要安排人。属下明白。钟世礼，你的死期就快到了。钟世礼，这不是皇上的名字吗？难道我爹他要谋反？林洛景，啊，您的女儿，若是再发现些什么，该如何处置？和之前一样。您是说，杀无赦？是。救了我小花花，你只要有危险，我就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不过你每次都这么来去匆匆的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的人物设定怎么这么神秘？不要说了，这里危险，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走。不能马虎。是。你在干嘛？你干嘛偷看我的书？给我！我的王妃，你怎么爱看这种书啊？还给我！小景啊！你干嘛？小景！喂！小景！你干嘛？别吵别吵，脱呀，赶紧的！小景，我要进去了啊！小景。小景啊，哎呦，哎呀，老臣一时忘了王爷爷在府中呢。岳父大人，有何贵干？不过是这样的，王爷，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？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影啊？未曾看到。哦。
是你白衣漫步而来，眼带笑意，换我擦肩刹那心动到底，光阴如是一笔一笔都写满你。也曾人海茫茫，几度寻寻觅觅，迷心轮回太久，只争朝夕，云云里偏爱你美梦旖旎。无人身上来迟，似曾相识，今生问君可知，一生流浪心事，遇见你才终止。怪我太过偏执，情往此之，相思周而复始，一念成痴，三生石，可心头什么还是。唱不完红豆词，剪不断青丝，而情深皆如此。历经多少盛世，难忘是你的名字。爱恨落同棋子，就选当上次，何妨孤注一掷。从此万千盛世，追寻你的影子。唱不完红豆词，剪不断青丝，而情深皆如此。历经多少盛世，难忘是你的名字。爱恨落同棋子，就全当上次，何妨孤注一掷。